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100%的中奖概率。还有最后一分钟，如果没有兄弟们参与的话，到三分钟的时候我就给他结束了啊，我就给他结束了。谢谢小维的飞机，100%了，谁别动啊！这个抽奖1000块给小维了啊，谁别动！还走啊？还不走的？还往回头 A 呢 ？A 个屁呀！这马屁股不一个黄牌进步就死了吗？不带闪现还这么狂！谢谢猴哥家的失忆，谁也别送了啊！现在是50%的中奖概率，就让他俩，就让他俩啊，就让他俩中就行了啊！谁也别送了，现在只有50%的中奖概率啊！我只有4个脚趾头，你们发现没？嗯，恶魔只有4个脚趾头，1、2、3、4，开始。看一下天赋，征服者其他随便点点。扣一下。我扎。学个E，扣一连，哎呀，没连到。有点伤啊，还有1分50秒开奖了啊，50%的中奖概率。我扎，扣一连，2段扣，3段扣，不打了。他们家什么打野？腰子打野，烧腹啊！谢谢点点点点点儿，阿克托，谢谢 T 啊，链住1段扣，2段扣一，3段扣，我不能扎，我扎了我被塔砸不合适。1段扣，2段扣一，扎一刀，谢谢梦在何处，阿克托，链一，蹬回来没关系，死不了，手背闪现，这一波早点闪好了，有点黄了啊，有点黄了，早点闪应该死不了。大家别学我啊，不要这么狂妄，这种该闪就早点闪啊。还有18秒开奖啊，谢谢你的网友批批，谢谢这货很秀，谢谢梦在何处，1/7的中奖概率啊，大家可以送点大气，我们啊大气已经完事了，谁也别送了啊，其他的谁也别送了啊，谁也别送了啊，就这几个兄弟中了啊，谁也别送了，谁也别送，谁再送就跟谁急，就急。谢谢翠老师，1段扣，2段扣，链住平 A， 3段扣，你是真敢打，我操你猴子，我一个长剑你敢跟我打，你回家更新装备了吗？你1段扣，2段扣一，3段扣，走位扎一刀，链住平 A， 先走拖一手，别急，他手上有那啥，一走不打了，回头1段扣，2段扣，这波不太好打啊，
Q 一连练术，扎一刀，我们不一定能耗得过他呀。一段 Q， 二段 Q。他E过来怎么办？我生了，他E不E的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扎一刀回血，先一段 Q， 别着急交 Q 啊 ！Q 一连练住，给大招套点烟，一个 Q 死，打他一波猝不及防。不能回家，回家这塔皮吃不到了。好，差不多。来个铁刺鞭，再来双皮鞋。会玩的剑魔一般不玩剑魔，什么意思？开个小翅膀吧，嗯，整俩小旗儿，一段 Q 二段 QE， 这怎么不是 QE 了呢？ A 铁刺鞭链柱干嘛干嘛，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我没太明白。我已经无敌了。先打个红去，先打他个石头人啊！打完走，把这腰着红给他拿了。这腰着打野挺费劲的。来中路找一波卡牌，这蓝 buff 我们可以要一手。大灭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链柱扎一刀，三段 Q， 铁刺鞭儿，回家了，双 buff， 直接可血战斧。是我的塔皮，我这把刀你不害怕吗？就一连二段 Q 扎住 A， 三段 Q， 别着急啊，红 buff 消失，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三段 Q， 平 A 和血战斧，再 A， 再 A，Q 闪 A 一下，二段 Q， 我想知道那个卡牌去哪儿了。
可血战斧，链一段 Q， 二段 Q，Q 一连。哎呦 ，Q 一连点炎二段 Q， 你还回头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。我听他剑魔好像说目光之眼已被戳瞎，拉库，你还知道拉库呢？新潮啊！就在这待着了，我看谁敢来。Q 一连链住二段 Q， 三段 Q 抓住可血战斧平 A， 你害怕不？卡牌让他来，我这拆了吧，无敌了。我将让他绽放，让他少吃点兵。好意，链住一段 Q， 二段 Q 扎一刀 Q 一连平 A 和谐战斧。这就是勾引了他一波，你知道吧？你说这个塔他回不回来呢？他其实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。这个塔他回来他死，他不回来他就吃不到兵。我发现了一个 bug， 三段 Q 直接摁可血战斧，好像可血战斧不好使。给你们看一眼啊，正常可血战斧打一下应该能清一那个后排兵一半的血，或者是前排兵，给你们瞅一眼，一段 Q 二段 Q， 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，这 Q 的时候怎么没按按呢？这回我走了，这个大招链住扎一刀一段 Q 二段 QQ 一连平 A 和血战斧再扎再 AQ 一连二段 Q 扎一刀三段 Q， 还好我有银吗？要不然还让你们给杀了呢。我这一看打个石头人呢，我再收最后一波吧。再收最后一波啊，最后一波了，先来个水银骸，再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这
个车漏了，就根本跟我都没有关系。我觉得这车漏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可血战斧有 bug， 伤害没出来。随时在干嘛？我扎一刀，一段扣一链柱，二段扣，扣 A。我们来尝试一波，一打五，一打不能二连，一段扣，扎一刀，二段扣，平 A， 三段扣 E。和血战斧走位还挺好，就一点